西。啊，荤类。那要吃饭吗？鸡蛋。鸡蛋。鸡蛋要加钱啊，鸡蛋要加钱。哎，鸡蛋爱鸡蛋。好，爱鸡蛋爱鸡蛋。哈哈哈哈哈。很不一样的一种唱法、讲法跟说法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千侯也将会为大家呢准备呢三首特别的歌曲。那如果还有什么喜欢、想听的歌、爱的歌，都可以跟我们说，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。是。第一首歌要我们带来什么歌？第一首歌带来比较经典嘛，然后今天换成 reggae 的那个节奏，送上这一首西北的海岸。哇，西北还可以唱雷鬼的节奏，哎，哎，我很期待哦。但是我们的老师今天真的好，为我们所有的艺人，为佩芬跟所有的全体艺人都能卯足全力的伴奏，我们也给立新大乐队一个掌声，咕噜咕噜。我们背后的男人，听听看，西北的海岸，雷鬼唱的什么鬼？送一首广东歌啦，因为我本身是广东人，送给大家一首很流行的广东歌，喜欢你，一起唱，唔该，多谢，给我们的立新大乐队老师一个掌声，谢谢。今天晚上带来邓紫棋。
跟我们一起唱，也谢谢大家给的红包祝福啊！亚德利昂这边行内给到会鬼机器，然后在这边学到了一句话，谢谢谢谢。那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就很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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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人家在台上唱，我知道。那但是我觉得它蛮不错的一首歌，来送上这一首《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》，大概应该是90年代的歌曲吧。来，老师有这首歌。你不必担心。